嗨，你们好，我是尤怡兄，Gensing Engineering 的 Managing Director。报名这个金牛奖的奖项是为了给我的公司跟我的员工，还有我的整个 team 一个肯定。如果成功可以拿奖，这是最好了。尽量去 fulfill 那个 client 的 requirement 咯。然后重点是要很敏锐的去观察整个市场的需求，然后才能占据一定的优势了。还是那一句，我们要真的很敏锐的去察觉整个市场的改变，然后才能 fulfill 整个市场的需求。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市场，只能改变我们自己。我们希望是未来的3到5年里面，我们会把我们公司成功上市，尤其是在那个 main board 上面。成功没有真正一个 formula，也不能用数学的一个方式去算出来了。至于你说一个真正的定义，我们只能说改变呢，真的去做啊，然后尝试，然后可能会经过跌倒啊、碰壁啊，然后再改变呢，再继续走下去。谢谢金牛奖。